来了，兄弟姐妹们啊！就在朝着沙滩上，福禄寿寿玉米粒。哎呦我去，这咋还喷泉了呢？那肯定是有货的啊！这一定是个大恐龙蛋啊，老铁们啊，见过没有？这种恐龙蛋啊，见过老铁啊，扣个一啊！如果你连接 WiFi， 手机还有电的情况下啊，别忘了给点亮个小红心。咱们的直播马上来吧，兄弟们。今天咱用一个八爪鱼的腿啊，诱惑一下这个发财蟹啊！见发财蟹指啊，今年必发大财啊，走大运啊！要是再给一个双击，那就更好了啊！我每天带你们户外赶海直播，喜欢的给个关注，给个双击。前天发现的那条怪鱼，我说它的嘴巴是身体的三分之一长，有老铁居然不信。我今天拿尺子一量，全长一米左右，嘴巴将近30公分，估计这条鱼确实是饿死的。今天就不要双击了，全部的双击由赵公子买单。晚上9点左右直播，记得加个关注看我直播。来吧，兄弟们，呈现在大家眼前的这个东西啊，叫做绿贝啊，也叫袋子。这么大一个袋子，只吃中间这点摇贝柱，洗净之后啊，花椒、干红辣椒一爆炒，嘎嘎的香。有的老铁一进来啊，他没吃过这种海鲜，反手就给你一个双击，你说那速度那个快，拦都拦不住。算了，我也不拦了啊，顺便加个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。Hello， 小伙伴们啊。这个东西啊，就是海蛎子的卵啊，也就是生蚝的卵。你看看，密密麻麻的啊，在这上面啊，有密集恐惧症的扣一啊。哎，喜欢赶海的别忘了留个小爱心，记得加个关注啊，看我带你每天赶海捡海鲜。